这个沙滩叫做 Orchard Tail Beach，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现在就当下下班，然后就晨跑嘛，就每一天早上都会晨跑，然后就在这个海滨旁边晨跑，然后今天呢也就怎么说呢？哦，有这个海浪呢，就来听一下海浪的声音。因为黄品言好像也有一首歌曲叫《海浪》吧，也挺好听的。OK 了，就暂时就录到这边为止了。